Hello，Hello，hello,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英特尔。我们这个科隆美挺给力的，然后估计是年底了嘛，给了每位玩家500金币。今天我们就是当一回有钱人。然后现在账户里面是有660金币，我们今天需要选这个，把这300金币用到国米的抽球里。OK，我们看一下有哪些球员啊。汉达、戈丁、什克、卢卡库、马丁内斯、布罗佐维奇、森西、坎德雷瓦。我现在是已经有十克，所以就是如果就是没有不抽十克的话，都是划算的。其实想要卢卡库了，第一想要卢卡库，第二想要马丁内斯，布罗佐维奇、汉达这样的。看一下我们今天运气如何。开始第一波。好，感觉憨憨就要来了。卢卡库，卢卡库。得，不错啊，这个不错，布罗佐维奇，77，这也是我想要的，以后中场就核心了。组织后腰，可以的。截个图吧，留个念。继续来抽。第二波，卢卡库啊，一定是卢卡库。卢卡库，卢卡库。Oh no！又是一个77，搞毛啊！这克洛美老搞这个，总是送一些重复的球员。我去呀、行吧，正好88，然后待会儿自己吃自己，把自己养养的壮硕一点。啊，不要啊！怎么又抽了一个？一样，我得歇一会儿。克隆美总是搞这种幺蛾子。我上一次国米的三连抽就是重复抽了两个德芙莱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送了一个黑球的等级一的这个黑球，抽一下。是谁呢？哦，感觉是波霸。不要吧，我有了波霸。行吧，把这个波霸也喂给布罗佐维奇吧，应该能上90了，这下。现在账户里面的波霸是91级，也是一个普通的黑球。啊，这歇了一下了，可以，应该可以抽个其他的了吧？啊，给我来个卢卡库啊！我需要一个憨憨啊，好喜欢憨憨呢。卢卡库，卢卡库，来了！啊，又是77？哦，不是，哦，应该砍刀，哦，砍刀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砍刀也可以，好吧，最想要的卢卡库没有获得到，行吧，这就是这一期的实况 MC 抽球了，我们以后的比赛视频见喽。